今天的题才算蒙过去了，那明天怎么办啊？要是实在躲不过去，要不然我就跟他们坦白呗。坦白？啊，你知道坦白意味着什么吗？坦白就意味着你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你未婚先孕，那可是捅破天的事儿啊！你自己想想，你和方大哥你们俩还没领证呢。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坦白，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如果有一个办法，你愿意吗？啥办法？找一个人结婚。云禾都不在了，找谁结婚？如果有人愿意。你愿意吗？这人是疯了还是傻了呀？我怀的是云禾的孩子，谁会愿意娶我？哎，那现在就有一个人愿意跟你结婚的，谁呀？夏文忠。你看啊，他未娶你为嫁，他跟方大哥两个人又是好兄弟。你们三个人又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知根知底的。要我说呀，你们俩结婚是最合适过的了，最不合适了。文忠是个好人，正因为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我才不能跟他结婚。我算什么呀？我不是害了他吗？夏文忠人多好呀，他人品又正，有情有义的。再说了，他都愿意了，你还不愿意啊？他愿意啊。吴大龙，你刚才是不是偷听到我们说话了？我偷听什么呀？我偷听，我找林大夫呢。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啊？哎，行行行，那个林大夫，找我什么事儿？石主任明天让我监督你去做全面体检，我提前跟你说一声。吴大龙，你到底什么人啊？那雨萍好好的体检什么呀？安的什么心？你以后少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行吗？我知道，我吴大龙不是好人。但是林大夫在一起救我的命，我也没有忘啊。我是帮林大夫来的，明天不管体检不体检，你只要给我整一张体检表，我交给石主任糊弄他一下就行了啊。不用谢我。谁呀？是我，夏文忠。我去开门。文忠，你有事儿吗？雨萍，我想好好跟你谈谈，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太晚了，我们都睡下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没时间犹豫了，我是自愿的。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会同意的。文忠，你赶紧回去吧，别影响大家休息。雨萍，你，我，还有云鹤，咱们仨。 一起从小长到大，你最清楚我的。我和云鹤不是兄弟，胜似亲兄弟，所以我有责任替他照顾你们。我这个人嘴笨，不太会说话，但是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什么？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些？啊，焦四，焦四在工。哎，阿朱怎么样啊？还不行啊。那这药怎么弄啊？你不会，我来。好。一平，嗯，范书记来了。 范书记，您怎么来了？雨萍，雨萍，我已经把我和你结婚的事儿跟范书记说了，我是不会同意的。来，坐下说。 这可不是小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马上结婚。啊？马上结婚？对，马上结婚。雨萍，我愿意和你结婚。我不愿意。雨萍，雨禾现在已经走了。 我有责任替他照顾你和你们的孩子，这不是你的责任。文忠，现在不是讲哥们义气的时候，知道不？啊，怀孕是我的事儿，这孩子是我的，跟你们任何人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是我自己的事儿。别偏激。 雨萍，这可不是你自己的事。雍和同志生前为咱们矿区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甚至于献出了生命。你现在有了他的孩子，是吧？你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你想一想，这石主任模式还找你的事，你现在为红协用。 这正好给到石主任大大的口实，他抓住这一点，会往死里整你的，知道吗？到那个时候，你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怎么抚养孩子？啊！再说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遭到没有爸爸的冷眼，你替孩子想过没有？ 这个事情对文忠不公平，雨萍，前因后果、利害关系，我都想明白了，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不要再犹豫了。雨萍啊，文忠的态度很明确，就看你能不能点个头。雨萍。 你就答应吧，林医生，你就点个头嘛。
你扶到去，扶到去。把我疼坏了，爷爷，把我的娃疼坏了。哎呀，千万不敢睡着了哦，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啊，听爷爷说，啊。 让你跟我去。你可一定要挺过去，啊！你不是想看电影吗？我们矿上有好多好看的电影，等你好了，我一定带你看个够。我最近看了个电影，叫《烈火中永生》，特别的好看，讲的是一个坚强的女革命家江姐和我们英勇的共产党员许云峰的故事。 是一个勇敢的、坚强的、善良的姑娘，对吗？阿柱，阿柱，你醒了？你讲的这个电影真好听。阿柱，你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哥哥一定带你看啊！还有好多更好看的电影呢。 这些日子，我想明白了，我同意跟夏文柱结婚。好，好啊，丽萍啊，这应该是个好事。啊，这些日子啊，我们一直沉浸在失去与永恒的痛苦当中。人死不能复活，啊，再一个，你也不能老守着这份痛苦一辈子，是不是？ 只有摆脱痛苦，好好的把孩子抚养成人，我想，这应该是永和最大的心愿。夏文忠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青年呀，把你托付给他，那作为一个长辈来说，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您放心，樊书记。 文忠对我的大恩，我永远记在心里。好，啊，今天啊，我就去革委会，把你和文忠
来和秀荣的事一块办吧。啊，那谢谢书记。啊，不用谢。一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保重好自己。那你忙吧，我走了。啊，你不坐会儿了？不了，我走了。一平，有事就过来找我。哎。志成啊，这次咱们矿区医疗队在一区的表现相当突出，是受到了省委领导的高度表扬。你看咱们是不是开一个表彰会？是，是应该好好表彰表彰。这次医疗队可给咱们矿里争了大光了。给大家鼓鼓劲儿，让他们再接再厉。啊，那是。我看啊，我们不仅仅要关心同志们的思想进步，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感情生活。你看，是不是？车队队长杨来福和护士何秀荣就提出了结婚的申请，望主任批准。哦，结婚呐！哎呀，这是好事儿，我批准。哎，组织上啊，还可以给他们分套房子，把他们树立成矿里的先进典型。哎呀，还是石主任想的周全，你真是年轻人的贴心人啊。哎呀，作为领导干部，那就是应该为广大的职工同志们着想吧，对不对？再说你也知道我是通情达理的人嘛。这个我知道。大龙，大龙。哎，石主任，范书记，把那个公章和介绍信拿过来。哎，好。石主任，哎，刚才我的话没有说完，这夏文忠和林雨萍同志也递交了结婚申请，一块批准了吧？夏文忠和林雨萍，他们两个结婚啊？没搞错吧？那怎么能搞错了呢？我已经了解了。这次到了疫区，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一起工作，产生了无产阶级感情，共同萌发了结婚的意愿。可这林雨萍的问题还没查清楚呢。哎呀，这清楚不清楚的，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并不影响他们俩结婚吧。再说的，方英鹤同志已经不在了，我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为难林雨萍同志。这不是为难不为难他的问题。这方云鹤才死了多久啊？这林雨萍他就喜欢上别人了，另寻新欢去了，这最起码是作风问题。石主任，刚才你不是说的吗？雨萍在疫区表现突出，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网开一面，咱们不能为难他。老范呐，这是两码事儿啊，不能毁文一谈。有些事情啊是可以儿女情长的，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同意。大龙，来，把它收好。石主任啊，这可是成人之美的事儿。这个时候你要是高抬贵手，他们会感激你一辈子的。老范，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开这个口子。组织上，
我会让。书记怎么还不来呀？都急死人了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不会，肯定在路上了。那等会儿不要坐骑啊！来了，大书记，大书记，书记，怎么样？来访，秋恒，你们的申请已经通过了。这是介绍信，你们明天一早就能进城。领结婚证来，要来附和秀恩。谢谢书记。文宗，玉萍，那个。文宗和玉萍的批准了没有吗？施主任没有同意。分。回心嘛，樊书记一定会想到办法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快点睡。来福啊，我不是担心别的，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好好照顾玉萍，我就会说到做到。我现在只是担心玉萍，我怕她承受不了。她现在答应跟我结婚，一定承受了不少压力。你这个样子讲，我真的特别开心。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相敬如宾。你要对自己今后和玉萍的生活要有信心。我、秀恩还有樊书记，还有很多的工友，全都支持你。哪个？快开门！我是吴大龙。吴大龙来干啥子嘛？吴大龙，你来干什么？我能不能进去说话？你和林玉萍登记结婚的介绍信。啊，你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施主任毕竟也是个女同志，可能是良心发现了，让我给你送过来。吴大龙，别在这睁眼说瞎话。石主任良心发现了，打他从农场来那天起，他就是为了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徐成报仇的。现在他把方云鹤弄没了，他放什么善心？别喊行吗？我们都知道，石主任针对的是方云鹤。方云鹤已经死了，
也就等于给他儿子报仇了。哎，再说林玉冰就在咱义区立了大功，给狗伟脸上长了光，可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你管他散不散心啊？这个介绍信是真的吗？狗委会的公章，假不了吧？ 夏文忠，我知道你从来就不相信王大龙，但是在义区，你们和林玉萍救过我的命，我没有忘。我不是帮你，我帮林玉萍行吗？吴大龙，你今天做了这个事情，我对你是刮目相看。哎，这都不重要。哎，你明天一早赶快和林玉萍去结婚。 我怕事主任突然变卦，这事就麻烦了。这事你赶快给李玉萍说一声，她为这事纠结了好几天了。啊，我得赶快回去。玉萍，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办法总会有的。 主任不让我们结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未必是坏事。你想什么呢？你不结婚，这肚子里的孩子能出生吗？这婚必须得结，我们再想办法啊。 石主任不同意，就没法接。我跟你讲啊，这个石主任他如果敢碰这个孩子一下，我们大不了跟他拼了。就什么他不敢。我开门去啊。谁呀？我。小薇，你怎么又回来了？快进去，玉萍。 好消息！还能有啥好消息？啊！吴大龙求石主任，在石主任那儿拿来。吴大龙去求石主任？啊！这怎么可能？哎呀，你在义区不是救过他的命吗？他跟我讲，他说他要感谢你，报恩。 你这是空白的。哎呀，玉萍，你甭管他是哪来的还是空白的，写上咱俩的名字，那就是咱俩的。你赶紧把这个内容填上，明天啊，咱们和杨来福他们一起去报名登记。哎呀，玉萍，你就不要犹豫了嘛，写上名字就好了嘛，写上名字，石村想反悔都反悔不了。快写，快写。我签。 怎么了？我是人事部的那个王太平，我们人事科要到省里去开一个人事会议，需要您开介绍信。哦，好，你稍等一下哈。吴大龙，吴大龙，哎，来，你把那介绍信给我拿来，还有公章。回去啊。啊啊。 稍等一下啊，谢谢。吴大龙。 等一下。
谢谢你，司主任。吴大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介绍信和公章可一直都是你保管的，啊？为什么少了一张？你拿空白介绍信干什么去了？说话。司主任。 我错了，确实我拿了一张，无组织无纪律。你说，拿空白介绍信干什么去了？我拿一张给夏文忠了，夏文忠要和林雨萍结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说话！施主任，我也是为了报恩呢。人家在疫区救过我的命。 再者说了，你针对的是方云鹤，方云鹤已经死了，你儿子徐成的，这与徐成有什么关系？胡扯八扯！你现在赶紧去，把这空白介绍信给我追回来。他们一早都去民政局了，你再说我这腿也追不上。你硬，你等着。张军，张军，哎，主任。 主任，不好意思，我去晚了，他们已经领证了。你们俩呀，你说能干点什么？不是，主任，这我已经尽力了，全都怪他呀。吴大龙，这事情完全怪你，没有立场的东西，你不配再给我会。从今天开始，回你的池塘煮粥去。我煮粥也不给你喝了，你给我稀罕待在这儿啊？ 跟着你除了整天整人坑人害人，没干过别的。不过主任，我谢谢你啊，跟你学了不少的东西。滚！主任，你消消气儿，都怪我，当初我就不应该去打那碗粥。